注意看，这个女人叫小柳，前段时间她生了场病，失去部分记忆，只记得自己出嫁时手里握着一个给未来夫君催酒的荷包。现在在眼前这个也叫催酒的人身上，小柳想，这人大概就是她夫君了吧。身边的李妈妈说，小崔为了她散尽家财来到这小小的灵泉镇。夫君爱我敬我，总之是个可靠的人。这些都是你家妈妈说的？嗯，那你怎么想？我夫人，嗯，我相信我的夫人啊。快慢点啊，家主。夫君也可以出去转一转，散散心。头疼，好疼。那是想起来想一些什么没有？王爷心细如发，灵泉镇的部署也挑不出错，咱们的人就连本地百姓都不会欺负。